Hello， 老板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今天出太阳了，老爸昨天晚上给我弄了一袋子黑色的比较肥沃的泥土，上次我们还剩了一些没有弄完，今天把那个大葱还有之前种的风雨兰也叫酒兰。之前有粉丝朋友建议我养一些酒兰啊，我之前种的其实有两盆，今天我正好给它换个盆，让它们可以长得更好。这个是上次给绣球已经换过盆了，你看它现在这个新的芽点已经破土而出了啊。看我这一盆郁金香，最近长得好快啊，温度升高了就长得特别快。有两个花骨朵，我是种的混色的，可能开出来是五颜六色。这个也是风雨兰，因为去年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第一年的时候它们开花了，去年一直没开花，可能是现在太密了，我给它再换个盆儿，也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的没有开花。这个是葱兰，葱兰吗？其实我都种的有啊，长得跟葱有点像，开的白色花，这个是开的粉红色的花。我喜欢风雨兰，它们跟那大蒜是一样的，就可以旁边会发很多籽的，越发越多，只要你种一盆儿，到时候会出来无数盆儿。啊，它的花好大呀！这是我之前在春节前买的，后来下雪了，我以为它在雪中可能会冻死的，没想到有几只花间没有死，有一只死掉了，我把它剪掉了，还可以，比较耐寒，没有啥香味，但是花型比较好看，金黄色的，我昨天刚给它换了盆了，还有那个兰花。这兰花之前你们说我兰花种的不对啊，我吸取教训，后来我去网上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，去看了一下，学习了一下，然后给他买了种兰花的专门用的那种营养土，给他已经换好了，现在还在长呢。哎，别动我搞都可以。现在开始配土。哎，走芝麻，走，你别往前。那把养的鸡有生蛋，那就挺细。嗯，已经有十几个蛋。看这个泥巴好不好，很肥沃的土壤，黑色的泥巴就是代表好灰啊，那块地那要是黄色的，黄色就很容易结瓣啊。你看老五之前修复就有那黄泥巴，它踩呀踩踩呀踩，它就变得粘性好高好坚固。芝麻泥一样的那个，妹妹，走，他别走过来啊！是绣球，芝麻是啃花芝麻。走，芝麻，走，哎呦，哎，走，哇，你看这个风雨兰，下面这个
根一大盘，再给它分出来。它的球根就跟大蒜是差不多的，而且跟彼岸花的球根很像。它很有意思的，一般是在夏天要下雨的时候它就会开花，所以它又叫风雨兰。可能这个泥巴是没什么营养，所以去年就没开花，今年给它们换上盆应该会开花的。这个旁边都已经长小的了，它也很容易生籽的。我们年前种的百合现在也在发芽了。这还有一盆你摘是吧？你看它花花多大，这一大盘就是草，这上面全部都是草根，那这么一大盆草根，它们透不过气了，没营养了都。我们这有很多草，侵占性太强了，全是草。多出来一盆儿，今天换盆了，应该要开花了。这么一盆风雨兰，我在想，要不还是用这个盆儿，这样宽一些，可以种的更多。跟种葱和种大蒜差不多的。两盆变三盆。现在把昨天剪下来的有一些月季的小苗扦插到小盒里面。快弄完了。这之前种的大葱、香葱，给它们培点土。长得好快啊，最近。因为我把它相当于是当绿植来养的。如果按常理来说的话，地栽就不需要给它种那么密，现在是太密了。种的密呢，就是看起来更好看一些，郁郁葱葱的嘛。像我们这早春的话，院子里面干枯枯的，没有什么绿色来装点，我就把它当绿植来养了。老爸看我种的那么密，他很想把它们拔出来，再重新地栽。他其实已经拔了一部分了，之前种的更密，他把它栽到这个旁边了。这里一排都是老爸地栽的，他说太密了。这铜钱草也在发芽，我想着有点绿色呢，早春的时候可以装点一下院子，
看起来没有那么光秃秃的，有点绿色，是不是感觉很有生机哦？终于弄完了，现在给他们规整一下。这铜钱草这两天长得好快啊。蒜苗也是长得好快。看我的郁金香已经开了，好看吗？两个颜色，一个黄色，一个玫红色，那些也都在陆陆续续开花了，还有之前买的茶花也在花苞慢慢的展开了，绣球也在发芽了。上次给它换了土之后，绣球从土里面冒出来很多笋芽，圆锥绣球。这一盆儿，这三盆儿铜钱草长得特别快。茄子汁呢？茄子汁呢？绿油油的，长了好多，发了好多。旱金莲从地下冒出来好多好多小百合呀，前提条件是环境营养要给足，如果是把它放在全日照的环境，它应该会长得更好。Thank you.